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麻婆豆腐。水开倒入豆腐，加盐煮两分钟捞出备孕。锅中葱姜蒜炒香，倒入肉末。好吃的重点是放一大勺麻婆豆腐酱，其他盐酱油都不放，倒入开水，加豆腐煮两分钟，最后水淀粉勾芡，撒上葱花即可。今晚的米饭又要遭殃了。你们看，我家都来。剑客出锅，横一刀，竖一刀，美味早餐开吃。都搞错了。这样做出来各个外酥里嫩，放凉了也不回软。你喜欢的水果淋入椰奶就可以开吃了。腊肠和各种喜欢吃的蔬菜。几张饼，孩子爱吃还不用赶时间。胡萝卜、西兰花、火腿，一包调制好的煎饼。油下锅摊平，有条件撒点黑芝麻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，简单又好吃。减脂蘸料调好吃，只需记住这首诗。